小丁突破底线，哎呦，漂亮！空中的大拉杆，这个大拉杆确实很大啊。差别不是特别大，可能东北菜更豪放一些。嗯，但是这个住包括背井离乡啊，就到客场打比赛，这感觉上还是不一样。出来，丁彦雨航接球就投，好球，三分命中。老三，小丁，中距离跳步进去，好球。李晓旭最后这个投篮呢，也是被干扰之后啊变形了。过来，山东队的反击，劳森外线的三分球命中。小丁突破底线，哎呦，漂亮！空中的大拉杆，这个大拉杆确实很大啊。丁宇航向外线出手，好球。上篮又不进，反击速度很快。丁宇航，好球，双手的扣篮，这样的山东队已经领先到七分了。确实自己在进攻端受到的限制比较多。丁宇航强行突破，哎呦，差一点啊！空中姿态很漂亮。动作呀，其实这个很多动作都是高级动作，就是比较难去打 NBA， 其实没什么问题。对，而且他这个上篮的时候，他也像其他外援一样先去找这个对抗。这位小丁，丁宇航三分线外运一步急停跳投，你看他的技术动作全是高级技术动作。我现在收缩的比较厉害了，反击。丁宇航这边巴斯呢是只能把球拉下来，两罚一中。劳森基地这边小丁第一下空了，调整一步外线三分命中，分差呢再一次回到十分。这个球很关键啊。对，这个全运会的比赛，我们在一块训练了也差不多能有半年的时间，对，去学习的。嗯，那么他这个手永远是在这儿跟着球在走。对，而且他这胳膊也是比较长。三分军这个时候不要失误啊。对，丁宇航的突破造成了中程的犯规，这个前提下没有失误啊。这个我们可以试想，如果一个失误的话，整个这个局面就会不一样了。对，丁宇航第一罚命中。哦，啊，想挂一个大韩的掩护，然后step on the land